又是一个拥有不死之身的男人。别人是手拿菜刀砍电线，他是手拿砍刀砍电表，但电死的却是别人。他还可以上吊一整天，就算被冲锋枪激活打成马蜂窝，第二天睡醒又是一条好汉。这就是没有最离谱，只有更离谱的弯刀第二部《弯刀杀戮》。就连 Lady Gaga 都来友情客串，美女多到晃眼睛。上一部弯刀和冬梅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两人成了秘密特工，现在正在调查一支倒卖军火的部队。刚控制住场面，黑帮的人就来了，二话不说朝他们开枪，部队的人直接被团灭。黑帮小头目还认出了弯刀，打算亲自解决掉他。突然天空中三架直升机飞来，子弹瞬间打爆小头目，从飞机上下来一群戴着毒液头套的人跟黑帮打了起来。弯刀也掏出了他腰间的大刀，干净利落的一刀一个小朋友，抓住一个人的脖子，大刀劈入电表上，自己当导体，把人电成帕金森。弯刀头发都没卷一根，甚至还觉得不够劲儿。冬梅这边发现被倒卖的武器竟然是一枚导弹，而下一秒他就被一名面罩人迎面爆头。弯刀赶到时只看到女友的尸体，从不脱下面罩的牛战士却并没有对他下手。迟到的警察将弯刀逮捕，警察认为是他杀了冬梅，对他进行绞刑，但却惊恐地发现这人他死不了。房梁上吊了半小时，嘛事没有，就连总统都亲自打电话要求放人。弯刀来到了白宫，总统说让他回墨西哥去暗杀毒枭门德斯，因为弯刀发现的军火走私案买家就是门德斯，他还打算用那枚导弹炸了白宫。你前女友都被过殉职，你怎么着不得帮帮忙？而且帮了忙之后，犯罪记录什么的都给你抹了，还给你一张绿卡。弯刀一想也是，我老婆死的惨，这忙我得帮。他的接头人叫有容，表面上是一个选美小姐，实际上是联邦调查局的超级特工。打开衣柜，里面藏着各种高科技武器，不过弯刀拿的还是他的标志性大刀，这把大刀可不简单，轻轻一按一分为三。有容告诉弯刀还要通过当地红浪漫大酒楼偷拍小白才能接触到门德斯。交代完了任务，有容甚至对弯刀也是仰慕已久，就想让他帮自己一下。弯刀一想也是，我老婆死的惨，这忙我得帮。弯刀来到墨西哥红浪漫大酒楼，里面那叫一个欢肥艳瘦。弯刀抢了小白就跑，老板带着人就追，追是没追上，两人梁子原地结上。这个小白的也同意带弯刀去见门德斯，但据他说，这个门德斯其实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为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已知市场中抢占日益缩减的利润额，进入血腥的红海战场，为祖国开出一片蓝海天空的优秀领导者。然后他就被门德斯的保镖弄死了。到地方，弯刀还想怎么才能找到那枚导弹，结果就摆在大厅中间。门德斯还跟个神经病似的，他把导弹发射器安装在心脏上，心脏一旦停止跳动，导弹自动发射。而且世界上只有两人能拆解发射器，一个是导弹厂家，现在就剩厂家了。弯刀瞬间弹出飞爪，让门德斯绑票。大个子保镖见状，想跟弯刀单挑，然后他就死了，死得很悲壮。面对一群人荷枪实弹的大汉，弯刀带着门德斯转身跑上了电梯，但这人狠起来连自己都不放过，门德斯早留了后手，只要他被带离老巢，手下就会拿出1000万悬赏他的人头。说完他还拔下胸口的开关，24小时之后导弹也会自动发射。这绝对是你看过最离谱的动作片，壮汉一手捂腰子一手打架，却被弯刀徒手拽出跟肥肠，甩到飞机螺旋桨上。这还不是最离谱的，弯刀上了直升机联系总部和有容，让他们找拆弹专家随时准备拆弹。还没等说完，追来的杀手就已经发动了袭击。弯刀带着门德斯跳下了飞机，然后他就要展示直升机的正确用法。转身再把游艇的油门踩到地板，速度被拉到极限。岸边的杀手发现他们后，弯刀果断踩刹车跳船。我觉得这部片应该叫《螺旋桨杀人魔》。两人游到岸边，门德斯忽然换了个人格，原来他患有精神分裂，一个先进个人无好青年，一个反社会。杀掉小白的就是反社会人格，他们逃出了门德斯的老巢，悬赏令也发了出来，各行各业的牛鬼蛇神都盯上了弯刀这块肥肉。红浪漫大酒楼的老鸨也带着女孩们准备猎杀弯刀，眼前这个男人同样也盯上了弯刀。你以为他是个男人？错了，其实他是个女的，而且还是 Lady Gaga。 哎，我老婆真好看。弯刀被逼无奈，只能走一路杀一路，吃个饭都不得消停。趁乱带着门德斯开车逃跑，赏金猎人们都跟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朝着车就是一阵吐吐吐。门德斯不幸中弹，弯刀带他到医院治疗，简单缝合了伤口，门德斯还在昏迷中，姑娘们却已经杀到了医院。弯刀提前察觉到杀气，将血浆放进微波炉，推着门德斯赶紧跑。
没想到捞宝就堵在另一边，撕开衣服露出要你命三千，展开无情轰炸。这个武器得给五星好评，弯刀趁乱溜到后面，拿起心肺复苏器偷袭。原来的汽车报废了，两人连夜开到一家改装车店，没想到老板也想拿他俩领赏金，不仅在外面布置了人手，还想要亲自动手。老板死的那叫一个惨，门德斯都羡慕了。弯刀赶紧拉着他上了改装的装甲车，枪林弹雨，连根毛都上不着。而此时嘎嘎开着面包车也一路杀来，他举枪就射，打不着里面的人骨说还被怼得够呛。装甲车一路野猪拱白菜，雷迪嘎嘎拿他倍儿没辙，那红浪漫的老宝有辙呀，而且还拿了一个新式武器。姑娘们的长枪短炮射在车上，弯刀丝毫不慌，炮竹打到就是一刀飞絮。没想到多功能打造的刀柄居然还是一枚炸弹，姑娘们赶紧跳车逃命。雷迪嘎嘎刚缓过劲儿，又被装甲车猛拱，刚一抬头就发现前面被炸毁的车也跟着翻了。装甲车因为撞击暂停熄火，这时老宝走了出来，开启飙狗模式。关键时刻，装甲车终于重新点火，老宝凶猛的火力硬生生轰掉了排气管。虽然逃脱险境，但马上也要撞到高耸的边境墙。在危急时刻，弯刀却并没有减速，反而猛踩油门。看来边境墙下和墨西哥黑帮挖出一条地道，从中国回到了美国。只要把门德斯胸口的发射器取下，就万事大吉。但万万没想到，直升机又来了，又是一群戴着毒液面具的蒙面人。先前被干掉的那个大个保镖也在其中，他居然还没死，而且还一刀把门德斯干掉了。他们不是一伙的吗？蒙面人将弯刀围住，乱枪打上了马蜂窝，眼睛一闭，主角死了，电影结束是不可能结束的。不知道过了多久，弯刀睁开了眼，他出现在一个水池子里，不仅身上的伤全好了，门德斯的尸体还就在旁边，但他的心脏却依旧在罐子里跳，这到底是哪儿？这个男人拥有预知未来的超能力，他将未来的科技带到现在，不仅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航天技术，就连武器研发也远超人类200年。他叫卡当夫，就是他把可以炸平一座城市的导弹卖给黑帮，而且黑老大身边的保镖还是他公司生产的克隆人。他预知未来的时候看到了世界末日，地球即将毁灭，正好地球的红海竞争太激烈，他制造了一艘超级飞船，决定带着追随者到外太空，直接开辟蓝海市场。卡当夫还想带弯刀一起开拓疆土，让他成为公司元老。为了表示诚意，他让弯刀随便挑选武器，比如这个可以把分子重组的手枪，而最适合弯刀的当然还是标志性的大刀了。这把大刀一旦打开开关，就会变成一把电磁刀，不说削铁如泥，至少也削铁如泥。卡当夫退出房间，一声令下，三个大个保镖从门后出现，弯刀以一敌三，却丝毫不慌。有了新武器加成，对付这个克隆人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卡当夫拥有最先进的科技，但手下却没有一个人打得过弯刀，他想让弯刀加入自己，到时候克隆出一支弯刀军团统治世界。弯刀自然不能同意，卡当夫突穷匕见对着他疯狂扫射，可不仅没有丝毫作用，反而被弯刀抢了一辆未来太空车逃跑。基地外面，上一部的女主角兔妞妞开着直升机赶来助阵，卡当夫的杀手已经追来，弯刀从背后掏出电磁刀，有大刀有抓钩还怕谁，当场来个活学活用螺旋桨。他们回到墨西哥移民组织联系了有容，但有容的德州小姐选举赞助商就是卡当夫，人家才是大老板，跟你压根不一部门的。幸亏兔妞妞带着人及时赶到，不然弯刀就被忽悠走了。两个美女见面就互撕，见人多势众，有容打算开车溜走，弯刀追杀而至，却被甩下了车。他们重新回到了基地，并且调查出卡当夫已经将导弹运回了美国，打算等自己上天就送总统也上天。为了阻止这一切，他们全员换装混入了卡当夫举办的酒会。其实参加酒会的都是跟随卡当夫一起飞出外太空的有钱人。卡当夫正激情的演讲如何飞出个未来，然后弯刀就杀了出来，五名的歹人和守卫打成一片，弯刀则趁机找到了那枚心脏，然后心脏就没了。卡当夫带着分子手枪还把拆等人家也给打死了。弯刀见状沉默不语，走到了一旁的武器室，他看到陈列在柜子里的红色面罩，认出了女友冬梅正是被戴着这个面罩的人杀死的，看来卡当夫就是杀妻凶手。新仇旧恨加一块，拿起大刀和卡当夫劈在一起，一个头锤教他做人，但他好像真的能够预知未来，接下来的招数全被躲过，还一个过肩摔将弯刀摔在地。卡当夫拿起弹刀打算砍掉弯刀的脑袋，但他却没预知到弯刀招数，卡当夫被烧了个半死，踉跄着逃走。他拿起那个银色面具戴在脸上，被烧成八分熟的脑袋居然瞬间满血复活。另一边，姑娘在混战中被有容偷袭，打爆了另外一只眼，他得意洋洋地打算登上飞船，却没想到姑娘居然还没死，还把他摁在地上摩擦。有容割开裙子开启战斗模式，可他还是低估了姑娘，以为他是个瞎子毫无威胁，下一秒却惨遭反杀，而武器竟然是自己的选美冠军皇冠。
咕咕扭扭虽然赢了，但是马上他就被卡当夫控制住，他带来的那些墨西哥移民也都被带上了飞船飞向了外太空。弯刀找到了已经点火的导弹，敲开壳子一看，火线零线一大堆，也不知道咋拆，他干脆趴在导弹上一起上天。在天上他想起了拆弹专家的话，拆炸弹的时候捡蓝线准没错，居然真的将火箭给拦了下来。总统亲自带人救下了弯刀。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之后，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把弯刀送到太空干掉卡当夫。弯刀穿上了太空服，特斯拉 CEO 马斯克都亲自送行。话说这个火箭有刹车吗？弯刀系列第二部弯刀杀戮结束，美女简直多到晃眼睛，强烈推荐看原片。而且根据电影彩蛋，第三部弯刀杀向太空将会在2023年上映，这次直接在太空用原理刀大战，想想就刺激。而且最终的大 boss 貌似就是弯刀的克隆体。感兴趣记得关注金山角，关注我看更多经典电影。 Whoever she wants to be